大家好，我是喵妈。刚刚上来喂鸡的时候，看见这个白妞，我家的小猫，被这个遮阳网给绑住了。看看，这是刚刚我给它割下来的绳子，全部把那个脚绑住了，这个后腿都肿起来了。它一看见我来，马上就跑上我的膝盖上面，可能是昨晚上，可能整晚都被绑在这里。所以它冷，一看见我来，赶紧跑到我的膝盖上面，钻到我的衣服里面去。它现在就一直都要在我身上，不愿意下去的。看看它这只腿肿成什么样？看这只腿，哇塞，肿得好可怕啊！平时他都不怎么让我抱的，现在他都不愿意下去的。一直就要在我身上，好可怜啊，看得我都很心疼。还好我上来了，再晚点上来那个脚都不知道成什么样了。哎呦，小心点。钻进去呢，它一直要钻进去我的衣服里面。我的天哪，钻到我背上去了。啊，等于把我衣服都给抓烂了。现在已经钻到这里来了，钻到这里来了。在我身上暖和，肯定昨天晚上一晚上都被这一个绑住，在这里可能冷死了。怪不得我说今天上来那个碗里面还有猫粮，怎么会没吃掉？本来他跟那个吴小喵两个每天那个猫粮都吃光光的，我就说一上来就觉得不对劲。然后我上来的时候，就吴小喵就从上面慢慢的跑下来了，就没看见白妞。平时的话，一看见我上来的，早上一看我上来，两个就很欢快的从这上面跑下来的。吴小喵来了，吴小喵过来。吴小喵，你也不告诉我啊，你也不来告诉我，白妞被绑住了。抱一下就下去了，你看这家伙现在，就钻在我身上都不下来了。这里，给你们看一下啊，看这家伙钻在这里面，不愿意出来了，又往下钻，又是往上钻，哎呦，我的天哪！下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吧。啊，你就这样一直钻在我身上吗？啊？我的天哪，这一天都要我背着你吗？啊，一天都要我背着你们吗？现在给我儿子抱了。
受了伤，像个宝宝一样的要抱住了。喵，看看他的这腿，看看，看看他肿成啥样了，看看，看看这只腿，哎呀，哎，这个腿肿了，哎呀，喵喵喵，谁让你不小心贪玩嘛，啊，小顽皮。小喵就在旁边的，我小喵也帮他舔一下，猫也是懂的。我小喵平时的话，这个时候肯定都要找他玩了。他现在也知道他受伤了，就没有去打扰他，就陪在旁边。我要抱他一下。不用抱，不用抱，他现在要自己舔一下。现在自己一直在舔着这受伤的脚。我小喵就静静的陪在旁边，太好了。这就是好朋友，知道吗？在他受伤的时候，小喵就陪着他。我小喵，我小喵，我小喵一直在打咕噜，看白喵就一直在舔他的毛。嗯，这只腿。